送一个小星星就可以了，消费零点一米，一个小星星就行。真的呀？我知道，我再吹两分钟空调，谢谢宝贝的小星星。想吹一下空调，因为这个麦克风的话，空调声音就会收得很大，那个就不怎么收得到空调声。分够了，没够啊，还是70多分，78分吧。我这不是在猥琐发育吗？你看我好多声音都没有弄，很猥琐，特别，这不就是在猥琐发育吗？谢谢杨同学。好，我们现在没事，等我再吹。好，正电咯。可能不会很舒服，我们把手机横过来看，横过来之后呢
好久。现在暑假。是边哭边骂，感觉今天可以聊天下半夜。哎呀，这广告到底要怎么才能关掉？删掉广告的数量。不是掉线，是这个。作用根本就点不掉，我都毫无预知了。
很晕，我觉得这个。我也觉得这个有点呆，为什么把这个特效一直在看着我的脸，真这么丑？没有了，现实也就是普普通通的小美女了，没有非常美，而且坏了一只，这边还是这边，那边好几坏了，这边，这边。没坏啊，你的坏了，哦，哦哦，我呢，一点还有，你可以等一点的。多睡会儿，不起来。
吃饱了，所以咳了两声。但是早上6点，雄鹰样挤过去，晚上的雄鹰样挤回来。不来了吧？咋了？不一定，可能还去吧。不知道啊，咋了？擦什么擦擦？16、7度，好冷啊！吗？为什么天天有人说嘴巴干，里面都反光？但是也不敢呀。我们直播间真有在海南的。太红了吗？Thank you.
白白的花花。有啊，10点到2点啊，每天都很固定的。